大家好，本来呀、啊，这个王书记的夹克衫，王书记的河北的扶贫啊，我应该早几天就要跟大家点一点的，可惜啊，新闻比人强啊，每一天总是不断的出现新的新闻出来，所以王书记就对不起了，只好晚点了您几天。不过做这个节目啊，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首先啊不是王书记扶贫。 所以大家说，啊、呃，他到河北去扶贫啊，就讲到贵州去做这个，呃，到修文县去这个视察工作一样的，是有这个大师在后面指点啊。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员啊，啊装神弄鬼呀、啊，啊，早是有有这个大师在后面指点，所以这个修修文县贵州所以叫修理葛文贵啊。那么美国早一个历史叫董开文，主要就是啊去开这个。 郭文贵，那么到河北去扶贫呢？说是告诉大家啊，河北呢是这个简称啊，和平啊，就是告诉和平呢，你很穷啊，这纯说是玩笑。你知他真实的意思可能是告诉大家说啊，我到河北去扶贫是扶持的习近平，对吧？你是我扶持的，这当然是玩笑啊。 但是另外一个话题是不是玩笑呢？他的加盖三是不是玩笑呢？网上有很多议论，加盖三的秘密，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网友们呢、啊、很聪明，万能的网友们呢、啊、提出了很多想象力的说法。第一种想象力的说法就是啊，王一三同志啊，确实呢，泥近古稀啊，六十八九了，对吧？那么呢，呃，长期为党啊、为人民啊、为妇女工作。 啊，可以说呢，这个啊肾虚啊，身体亏欠很多，所以呢啊，这个在大热天啊，穿一个夹克衫呢，啊，是保护他的肾啊，保护他的啊身子啊，这是一种比较带有颜色的啊不严肃的这么一个说法啊。当然，这个王一山同志身体不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秘密。他当时号称北京市市长，成为政治局委员。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病倒在医院里面。当时候把这个呃温家宝和胡锦涛急急得要命啊，跑到医院去看啊。所以王岐山的身体不好啊啊，这个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台别的秘密，在高层早就知道。 而且他住的这个医院啊，王岐山他是有他特殊的这个爱好。的医院并不是大家讲的高干的这个医院三零幺或者是三零五啊，是另外有一院。不过呢，暂且呢，作为党和国家机密、啊，不跟大家讲。第二个呢，大家觉得他的这个第二种说法啊，就是王岐山穿那个夹克衫呢、啊，那个夹克衫实际上是一里面穿的是防弹衣，啊，穿的防弹衣，啊，那防弹衣嘛，他在河北去视察工作，在这个野外啊。 那是穿防弹衣是啊，可以理解。但是他开会的时候也要穿这个防弹衣，难道那个下面那些中纪委的领导干部，他要防止他们是这个这个枪手啊，隐藏一个什么东西？但我们知道开会都要，现在大都大家都是非常紧张的啊啊！不要说你这个武器啊，不能带到这个会场，你的手机现在都要把它啊，这个呃。 要保保管起来啊！现在不仅是这个中纪委开会是这样，现在盘友之间吃饭，大家开玩笑。第一件事情，把手机关掉啊！现在去见领导干部去报告工作啊，首先在门口啊，有的是有警卫啊，像像这个齐三同志啊，政治局委员，那这个是有警卫的，那警卫就就就就就就,就负责这个工作，帮你把这个这个手机啊、吉他的电子设备啊给拉走了，对吧？怕你偷到录音，怕你偷到录像，哎。 这个地方上没有了那么高级别的怎么办呢？就秘书帮你拉走啊，帮你拉走，不让，必须让你啊，你就进一个什么市长啊，进一个局长啊，你要主动的把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电子设备啊，就交给秘书啊。现在防备已经到了这等程度，所以大家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看电视、看小说啊，白色恐怖，国民党怎么能跟共产党比啊？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有什么可怕的？现在想一想，看一看，对不对？ 红色恐怖，那真是全民恐怖、全党恐怖、全军恐怖、全官恐怖哈，这就是王岐山同志的功劳，所以他今天还是昨天，还是中纪委还开了个新闻发布会，他说今年上半年就查了二十一万，还是二点一万？大家看一看啊，党政干部哇，二十一万，多少个家庭，多少人，对吧？嗯，还是二点一万，我忘了这个数字啊，也许有时候。 有一个数字我，我我我不知道，不管是二点一万还是二亿、二十一万，那多恐怖和多可怕呀，对吧？那这个里面的冤假错案，错案之多啊！以后我在节目里面啊，慢慢给予披露。啊，怎么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的？怎么以黑吃黑，以反以贪反贪啊？怎么用非法的手段啊，去啊捏造或者是可打这些被抓官员们的啊这个罪证？ 啊，所以这个里面呢产生的仇恨之深呐、啊，那是那真是这个三顿都洗不清楚。所以王岐山之前就大家说嘛习近平啊，或者是啊江泽民他们选这个三个人孟建柱啊，这个这个这个王岐山还有王福宁他们三个人共同的特点啊，就是无后，啊没有子女。 当然，现在郭文贵先生一出来，发现有号啊。王金、王沪宁有没有号，我不知道啊。王沪宁的故事以后再说。那他现在暂且不在其列所以呢，这个王金山是官场的公敌啊，官场的公敌，所以官员们要对他下手啊，这种仇恨之心是有的。所以呢，他穿了一个防弹衣，所以他穿一个加个衫，那个后面就穿一个防弹衣。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啊、嗯，也告具有科幻色彩，所以是什么呢？说他那个衣服啊，你表面上看，啊，是一个啊这个夹克衫，实际上啊是一个温度调节器，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它是个电风扇，啊，冬天的时候它是个热气炉。说这个发明呐、啊，是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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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子的儿子啊，姚庆那个公司叫海叫海航啊，是叫什么？ 海海航嘛，海航发明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海航要过几年，二零一八年还是一九年啊，那个陈峰老板说要宣称成为全世界啊，这个这个五倍强里面再顶进的十名啊，还是二十名，还几十名，不管多少名，反正前十名那些企业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啊这个煎熬，长时间的努力才发展起来，而且有坚强的啊这个啊坚强的实业在后面作为支撑。 对吧？那你海航跟不能只靠几架飞机嘛？就飞机的素质和品质和航行的理数来讲，你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小小不点，对吧？那那些公司全世界五百强哪里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五百强你不能只有进行投资啊，钱滚钱，而且要一个实质性的发明创造。所以王岐山穿的这个夹克衫就是海海航的一个一个一个秘密武器，先让这个王岐山书记试用一下，亲机吧，对不对？ 啊，亲戚就进水这个楼台先得月嘛，啊，所以让他去试一下这个新式的机器，搞得不好，那个飞机一起来，有暗杀一起来，按一个键，按一个纽扣，人就可能飞走了，也有可能的，这是海航的秘密武器，这当然是八八卦嘛，这当然是不可信的嘛，对不对？嗯，这个当然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信，也许真的有这个秘密武器，还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嗯，我只能跟大家讲一讲。 网络上啊，对这个王岐山的这个夹克衫呀，抱有浓厚的兴趣。即使讲了三种情况：第一，身子不好，对吧？第二个呢，就是防暗杀；第三个呢，是海航的一个最新的科技的秘密发明。这个三点说法，也许就是一个八卦而已。真实的情况，只有王王书记自己才讲得清楚。后来王书记亲自亲自讲给大家听，就像郭文贵讲了讲了这个王书记那么多的问题。 对吧？那你毕竟是郭文贵先生的一种说法呀，啊，对吧？你尽管郭文贵生是是一个检察官，对吧？他也只是一个控方啊，何况郭文贵先生只是一个民间人士，对吧？是因为他掌握了那么多材料，我们还看不懂的那种结构图，但是呢，你是这一针要判断他的材料是假的，那新华社没有用啊，对吧？CCTV 大家共共共共同关注也没用啊。 对不对？你利用这个网络做一些东西也没用，关键是王金山自己出来澄清楚，对吧？只要王金山自己出来说明，我的妻子啊没有海外这个护照，我的妻子你根本就是捏造的，那个数字都是假的啊！我的妻子在海外根本就没有没有房地产啊，那个房地产是这个马来西亚的人的，或者是非洲哪个人的？哎，澄清楚，对吧？啊，姚庆。 啊，没有关系，海航完全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响应党的号召啊，跟改革开放啊，跟邓小平的南巡或者是啊结合在一起啊，在这种发展壮大的啊，或者是在习近平啊总书记的光啊这个英明领导之下才发展起来的，不是靠王金三的这个亲戚关系，对吧？出来说明，王书记出来说明，对吧？ 打铁还是要本身硬嘛，你硬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嘛，对不对？嗯，其实也不要多硬，你出来直接说明就可以了。但是王书记不说明，王书记要去胡平，他为什么胡平啊？其实王书记这个人呐、啊，是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几个人里面啊，是特别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也绝对不在乎你这些规规矩矩。 海外那些不了解中国情况、不了解中国政情的这个什么时事评论家啦，什么这个媒体啦，就是湖州啊，说王岐山四十多天神隐，神隐干什么去了？要查这个这个呃深圳财啊，要查查查谁？哎呀，有时候我真的为这些媒体的同行感觉到羞耻啊！你不懂的事情你就别胡扯，你不了解的情况。 对吧？你就不要去想象出来，人家王书记神瘾干什么？对吧？有可能身体不好，是不是更要需要神瘾了？是不是他要去解决他的那么多复杂的财政结构，是不是需要神瘾了？对不对？或者王书记要看书，他是不是要神瘾了？或者王书记要享受这个钓鱼桑拿，是不是要神瘾了？啊！别想象。 把这个党的工作想象那么复杂，那么神圣，需要那么多时间？收拾一个政治局委员需要查四十天吗？对不对？啊，一天就可以查出来，半天就可以查出来，一个小时就可以查出来，你信不信啊？对不对？什么神经四十天啊？以为是这个查查这个查那个啊？但是啊，嗯。 就是胡扯中国政坛的事情，胡编中国政治的这个事情，是海外媒体的一个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长期啊，也误导了很多对中国的这个认知。嗯，我也被误导了。呃，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不在误导大家，因为我也讲了很多呢，我自己都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啊，一方面大家都觉得党的媒体是绝对不能相信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告诉大家，海外的媒媒体。 你也不要，也不要觉得相信，你不能无极必反，一个觉得不相信，一个觉得相信。你以为自由世界的，啊、呃，这个这个媒体每个都是那么真实可靠吗？你以为民间的媒体，每一消息都那么真实可靠吗？啊，对不对？你以为和平的点点杀每天都点得那么准确吗？很多地方就点错了，很多地方就可能想挖了，很多事情就误导了大家。啊，言论自由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不同声音呈现出来，不同观点呈现出来，不同媒体。 呈现出来，对吧？早几天啊，昨天还是什么地方，网上传出一个录音，不管是真和假的，但是公桂兴成说的很对啊，不能让民进一家独大，这很正确嘛，对不对？当然，民进现在不是是独大的问题，民进现在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民进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开始发展，对吧？哪里还有一家独大？而海外，你想一家独大，怎么可能呢、啊？ 怎么可能呢、啊？对不对？你像半年以前，我们在开始做视频，之前也有人做了视频啊。但是你看现在啊，视频都热了，对吧？啊，这个世界上你只要有发财的生意，那那那砍多少头都有人来做，对不对？啊，只要是亏本的生意啊，你剩他剩他这个这个东西他都不不会做，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懂啊？大家都明白，只要民间真正发展起来了，那有无数个民间起来。 对吧？跟民进竞争，跟民进分一杯羹，甚至把民进打倒，这是正常的一个生态。所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录音是真是假，我也没听，我只是别人帮我转给我了。我一笑，我觉得第一，葛先生讲的很对、啊、第二，葛先生讲的这个担忧是是是是是有问题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一家独大的问题。这是海外市场，海外有有几个这个市场会出现一家啊独大呀？对不对？美国的反垄断法。 就会把你搞死。再回头来说到这个啊，这个这个王书记的这个河北的扶贫，这就有点奇怪了，对吧？奇怪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他好大，跑到河北去扶贫呢？因为河北的扶贫是这个习书记自己的这个自留地，那也不是自留地啊，就每一个这治是常委啊，他都有一个分一块地方啊，比如说 A 分到某个省，B 分到某一个省，那块地方就是你管的范围了。 当然，习书记是一个喜欢扶贫的这么一个呃总书记，因为他呀，在这个延安生活过啊，他经受过这个贫困的这个生活啊，他呀在这个一个农场啊，叫叫叫。叫 银滩农场还是叫什么农场啊？反正现在关于这个习近平的专辑没有讲过啊。但是他的这个舅舅啊，他的舅舅受尽了磨难，就是在那个那个那个农场里面考大学，经常不过关。于是他就到农场去去工作。实际上，所谓农场就是农民工嘛。那么一度呢，习近平也跑到了去避难啊。所以习近平呃，从延安。 啊，还到其他地方，他都经常对社会的这个底层了解的和感受很深，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原始的或者是比较善意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贫困的问题啊，只要把贫困问题解决了，民智开了，有些事情就好办。所以他上台以后，嗯，其实扶贫一直是存在啊，但是呢，他比这个几几几几任领导人相比呢，就扶贫呢就做得更起劲。 啊，更认真，啊，真的在做啊，当然这是没有用的啊，当然这是表面功夫啊，当然这也不是中国问题的所在，对吧？你必须先讲中国不能民主，就是因为贫困，因为落后。那香港落后吗？香港贫困吗？香港民主不行吗？但是你为什么不不让香港按照基本法二零一七你进行首长啊、呃、这个这个这个推出首长直选呢、啊？对不对？那你说啊、呃，农民多。 那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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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区域发展的不不平衡，那你中南海的素质还可以吧？啊，至少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上素质还不错的吧？那你能不能让这些人止血呢？对不对？所以你民主的问题不要考虑别人不行，你先考虑自己行不行？对不对？啊，所以胡中国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贫困不贫困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我讲得清楚，清楚得很，就是党的问题，党的问题就是中央的问题，中央的问题就是政治局常委的问题。 对吧？你只要政治局常委，或者是你总书记脑子想清楚了。 中国也搞民主了，就可以搞的啊！所有的现在这个理由都是胡扯的理由啊，都是这个蒙人的这个理由，都是不值得，也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讨论和争议性的这个理由。所以我从来不跟别人去争论中国要不要民主啊，中国民主素质怎么样，那都是没有价值的。网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是而非的讨论啊，就是这个。虽然我觉得对于这些意见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作为这个讨论来讲是毫无价值的。你可以看它，你可以注意它，你可以让你思考它，但是。 不值得这个啊深入去的去讨论啊。那再讲这个扶贫成为了这个习近平呃除了反贪主张反贪出的清理政府啊，这个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真实的扶贫啊。所以习近平去扶贫，那王岐山去跑一下就是扶贫是什么意思呢？对吧？是说王岐啊，习近平啊，你别干涉你的领地，我王岐山要来就来，不要你一个人扶贫，我跟着你一起扶贫，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啊，习书记，你在这扶贫，哎，我帮你帮你一把啊。我一方面是扶贫困的贫，另一方面呢，我是扶助你习近平的贫，对吧？我一箭双雕。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王岐山同志要去北戴河开会了，后来到北戴河就看老同志了，对吧？啊，对吧？是因为大家都不说，彼此也不敢说，或者不想说，或者不会说。 但是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王岐山的事情现在是党内议论最多的事情嘛，对不对？王岐山同志去，至少要跟大家啊，这个这个展示一下他没有倒嘛，还要跟他展示一下，呃，这个他是希望迷茫嘛，对不对？今天民间有一个节目。 我看了个标题很搞笑，我没看他们内影了啊，就是说啊，习近平主动破这个希希王斗啊，这是传说不搞，我不知道这个评论是什么观点，反正昨天啊，一个媒体啊，一个一个报纸的社论啊，就是这么写的，这这传说乱写啊，说习近平主动来破解这个这个啊希望不和啊，你啊这个这这个传闻呐、啊，这个啊就是稍微懂一点点中国官场的政治，OK，也不会去说希望连忙这样。 啊，化了，对吧？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现状，也不会讲习习,习,习近平会主动去去打破这个“希望不和”这段胡扯的东西了。哎呀，搞政治评论呐、啊，不能凭自己的意识形态，也不不能凭自己的逻辑，也不能凭一般的经验。你真的要尽最大的可能性去接近这些啊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未必准确，他可能有意和无意的啊。 你可能会被误导，但是你一定要去接近。如果你不去接近，那你很有可能你的主观分分分析、主观看法，很有可能跟事实相差非常遥远。十九大的问题不是接班人的问题，同志们，十九大的问题就是王岐山同志继续担任这个中纪委书记，还是担任总理，还是呃担任常委里面其他职务，还是他就退休算了？ 这才是根本问题，什么深圳财，什么陈明尔，什么蔡奇，那个事情都是相对来讲是次要的问题，因为王岐山被很多人，啊啊,啊，这个不仅仅是国际的势力，啊，中国的很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或者是认为自己跟王岐山有一些关系的人，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制造一种气氛，形成一种。 舆论的风潮，就是说，习近平是包子，包子不行，对吧？只有其三，你看有国际眼光，国际朋友多，对吧？奥巴马跟他打篮球，对吧？啊，美国的媒体对他的赞扬，啊，你看看美国媒体对习近平有几篇赞扬的？你看对王金山早一段时间赞扬很多，国际媒体赞扬很多，对吧？王金山看书，王金山可以跟啊胡三啊，不是他的那个。 那个表哥还是表弟啊，堂堂哥啊，堂哥堂弟啊，不是的表啊，啊啊，那个胡三，那个王胡山，而是这个这个美国的日本人这个福山啊，可以跟他巴黎巴黎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啊，其实那个福山书也是个瞎忽悠的书啊，但是在国际里，国际有知名度啊，对吧？所以王岐山可以跟福山啊扯这个政治学，王岐山也可以扯这个美国的纸牌屋。 对吧？因为王金山就是把自己变成纸牌屋的那么个人嘛，对吧？在一定程度上，在他跟这个他的这个夫妻关系也是这这个政治婚姻嘛，大家都很清楚嘛。所以，呃，纸牌屋那个故事啊，对王金山感慨啊非常深啊，哎，可以谈，对不对？王金山还可以谈这个旧制度与新新革命，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哎有跟知识分子可以通气啊，还可以可以可以交心呐、啊。所以很多时候，习近平是个保守主义分子。习近平是要把中国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去。王金生已已经有能力整广东啊，之前的中农信啊，之前的中建啊，之前的建立了中金啊，然后后来到海南啊，然后再到北京解决非典问题，对吧？当国务院副总理解决经济问题，已经建立了他救火队长的声誉。 解决中国危机问题的首要专家，国际上对王金山认可，啊，经营财财政解决中国现在的经济的问题，经济滑坡的问题，习近平不懂，王王金山懂，对吧？啊，知识分子最能够通气的，讲讲得上话的，习近平不行，对吧？王金山行，王金山看很多书，对不对？而且习近平还喜欢看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王金山写写能够看美国电视剧，所以王金山成为这个取代习近平的。 啊，很多一些，啊，这个叫什么？中国这个词有一个词，中国两个词我不太懂啊，一个叫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叫公共知识分子啊，我都不懂啊，都不太懂。有一天我要讨论一下什么叫知识分子，或者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啊。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就一直在制造制造舆论嘛，对吧？所以你看看他们，从习近平上台以以来，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习近平，对吧？习近平吃包子。 对吧？习近平晒书单啊！习近平讲这个讲那个啊！习近平讲这个媒体啊，是这个要信党等等等等，罗列了很多，对吧？看他们的微博，或者是看看他们的微信，或者看看他们在社社交媒体的这些攻击习近平，成为他们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工具。他们叫反皇帝不反贪官，对吧？反皇帝不反贪官啊！然后现有一些人批评。 这个王一山或者质疑王一山，啊，或者呢这个认为啊中呃中国的这个领导架构有问题，或者就是这个体制根本有问题啊，然后呢就是说希望习近平能够啊这个大动中国的这个变革，哎，这些人就指的说，你看你们只反这个呃这个啊贪官不反皇帝，所以中国现在两派，一派呢反皇帝不反贪官，第二派呢反贪官不反皇帝。 这个游戏啊，好玩呐，啊，所以这个节目啊，不知道北戴河的这些老干部、老同志能不能看到啊？有一点讲的太长，人家说你讲二十分钟就可以了，最好是十五分钟。我一啰嗦又长了，啊，王金山的夹克衫的秘密还没有讲完啊，或者是没有讲出真相。王金山啊，为什么去河北扶贫啊？也是讲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啊，对网友来讲已经够长了。网友最关心的是黄线，而不是我这档节目，所以我这档节目啊，有点啰嗦啊。今天我只能匆匆忙忙讲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大家。